经始有八年春，晋侯魏世子臧伐齐，公伐杞。夏四月，秋七月，诸人伐曾子于曾、贾胥、楚自吕族，公孙归附如晋。冬十月壬戌，公薨于陆寝，归附还自晋，至生，遂奔齐。传十八年春，晋侯魏大子臧伐齐，至于阳谷。齐侯会晋侯盟于曾，以公子强为质于晋。晋师还，蔡朝南郭偃逃归。夏，公使如楚起师，欲以伐齐。秋，诸人羌曾子于曾，凡自虐齐君曰士，自外曰羌。楚庄王卒，楚师不出，继而用晋师。楚于是忽有蜀之意，公孙归附以相众之立功也。有宠，欲去三桓以张公事，与公谋而聘于晋，欲以晋人去之。冬，公薨。季文子言于朝曰：“使我杀士立树以失大元者，众也夫。”臧宣叔怒曰：“当其时不能治也，后之人何罪？”子欲去之，许请去之，遂逐东门市。子家还，即生韩为，复命于介。既复命，韩阔发，即未哭，三勇而出，遂奔齐。叔曰：“归父还自尽，善之也。”